就是这不是说什么赛季打到这个时候，无论在哪个联赛里边，知道马上开始季后赛了。对，哎，中央光耀这开场打得很古典。哎呦，莫兰德什么都有了，哎，连传进攻，执行的可以。今天看来王博指导的要求就是赵继伟只要一发到抢台就一定要大烟雾上。但是莫兰德今天哎，包括一些咱季后赛比较，对，不是特别较劲的感觉。对，杨队进了一个，他们就赵继伟点了一个吧，上来投的，对，就那一个。莫兰德下是威胁，这样的顺下二加一，继伟怎么来处理？龙头进篮板球，哦呦，叶守奇又抢一个，龙旭金来了，莫兰德扣一个，这是一个助攻，做进做出啊，这球是打掩护，虚多打少，无效防打无效。严守奇来带这组进攻，一边莫兰德，你看，对于这一次防转换的大家的选择，那我已经表示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嗯，这边范志林突进来没能打进，莫兰德又是跟进，二次进攻得分。其实联防站的本身都不错，但是谁也不去保护篮板。辽宁队今天抢到了16个前掌篮板，对，有一个抢断来自于赵继伟，有一个抢断，来倚柱非常聪明，哎，上篮没上进，但是莫兰德拍马赶到，又是第18个抢一个篮板，来吧，失误，本场和丹杰的失误数对比，嗯，有脚摆开战，散开，好，对。这个牛角所有人都给下顺了，跟刚才一模一样，